很奇怪的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不像字，这是人家送的一个那个。本来是放身上的啦，后来我就想说，因为这个在我的解读，它叫反正都有。反正都有，正经也有，但是越有吧。应该是团长刚才讲的意思啊，就是你反过来正面看、反面看都是有的意思。都有什么？反正就是都有。没有他，因为他戴在身上嘛，比如说我这样放比较名片，那个皮夹、钱包啊，那钱放在一起，对对对，反正都有钱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就可以随身携带。那可以自己写吗？所以可以啊，可以。所以你还不能跟账单放在一起。对啊，有什么真的不晓得的？你会不会就莫名其妙就有了？真的吗？那要贴在肚上，反正都有。不过一般以前他们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因为跟钱放在一起的时候呢，那其实对于这个，甚至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可能保险箱啊、财库啊，那放的话，那都有这个意思存在。有钱没关系啦。没想到国宝级的剧团身材方式也跟一般人不一样，观众朋友也可以拿红纸写反正都有，接着放在财位或皮夹，靠着吸引力法则让你反正都有钱哦。